好，说那下呢，接下来还是要说一个人，嗯，这回是女生了，应该说是女神吧。这也对，她就是海豚音的歌手张靓颖啊。别再叫人家海豚音了，都过时了，现在得叫国际范儿张靓颖。7月7号、也就今天哈，张靓颖为大片《终结者：创世纪》献唱的全球主题曲 MV 同步上映了。是啊 ，Fighting Shadows， 张靓颖的化身终结者女王，用俩字来形容，炫酷。嗯，啥也不说了，让大伙儿来听一段。感觉对吧？张靓颖也成为了第一位演唱好莱坞大片全球主题曲的亚洲明星。大伙儿仔细听一下，张靓颖的声音呢跟以往不太一样了，再加上和美国著名的嘻哈歌手的合作，歌曲的曲风呢是多样。据说张靓颖还自己参与了歌词的创作。对，拍这个 MV 电影公司特别提供了拥有百年历史的片场作为拍摄地，而且还定制了骷髅头、专属麦克风。MV 最后呢，张靓颖一下子变身成了终结者，特别酷。6月30号 ，Terminator， 终结者创世纪电影呢在北美和海外多个地区上映。首周末的票房在28个地区夺冠，主题曲呢唱遍了全球。首映礼之后呢，张靓颖的海报曝光，随即印刷了美国，刷屏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巨幕。爱情事业双丰收哈，恭喜小张同学哈！看人家。